亮哎、欸，别人你拿做的好漂亮，那个旁边的弓哦、喔，这个都是刀子，我有一把刀，不是这一把，都是用那把刀雕出来的，钥匙圈的，对，而且这木头是块木，嗯，这个是他在不小心到他家门前的，对，跟那个我刚好要钓鱼的时候，他把它钓上来的，块木啊，没有上面没有那个编码了哈，嗯，绝对不会，没有灵魂，绝对不会牵涉到所有刑法，因为我是去钓鱼把它钓上来的哈。好，来我们往回走哈、欸，请问一下那个上面木头男士的纹面都是这样的吗？对，纹面。对，男士都是这种图案。对，这是成年礼吗？这是成年礼吗？女孩子是脸颊。对。如果在一起的话，脸颊加一个上来。这是成年礼画的吗？对，你要成年，他都15、16岁。哦。男孩子15、16岁，你只要过一个礼拜，在山上过一个礼拜，然后就是靠这个陷阱抓，你就要背斗三度下来，你就可以纹。如果没有背到怎么办？没有背到就继续再接再厉。对，那山猪有那么多，拉得下来吗？山猪很多，很多就是抓不到，你要抓到100斤的很难。好，来我们往回走了哈。